驾看。等待红绿灯，车在车道上，引擎发动者就属于驾驶行为，你不要拿手机出来用，要用导航，要操作什么音量大小声，要回讯息，通通都不可以。下班时间车多，不要违规，违规就容易发生车祸，你回家的时间就更晚了。下班时间车多，不要违规，违规就容易发生车祸，你回家的时间就更晚了。大家回家看。等待红绿灯，车在车道上，引擎发动者就属于驾驶行为，你不要拿手机出来用，要用导航，要操作什么音量大小声，要回讯息，通通都不可以，不是只有拨电话接电话。再重申一次哦，只要等待红绿灯，引擎发动者在车道上，都是属于驾驶行为。平等红灯是你骑车的行为的延伸，一样都是要罚钱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请回家查 Google 大神、脸书大神都有相关的规定。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，再也拿不到手机。等待红绿灯，车在车道上，引擎发动者就属于驾驶行为，你不要拿手机。